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因为我现在在那个公共场所，我在一个火锅店里面，有其他的人，不方便说话。我只是想测试一下，我看到我那个棒子，我看到现在可以看到那个笔。你看这，因为刚刚阿令教我怎么戴帽子，这样我现在要试试看。看一下，他有那个啊？不是我打字，有啊。就有，有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看不到。没有，我在测试了，因为那个我在测试，我为什么老是看不到我自己朋友的留言？所以刚才我旁边的那个朋友就。他就在我面前留言给我看，结果有，所以是我阅读障碍的问题了。我要戴帽子，但我没有看到帽子啊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要拉远，你要让他抓侦测到你这边。他要找到你。然后跟大家说声抱歉了，那个。刚才不是说要去打球吗？虽然我也没说我一定会去打球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因为距离我下一个行程时间有点来不及，所以我就选择来火锅店吃饭。你戴帽子啊？现在是流星是？因为我看到一直掉流星架。机器人。我现在是那个金刚战士，洛克人吗？这是洛克人吗？金刚战士啊，看手就知道，手洛克人的手会有那个枪炮，他不会有手，这不是洛克人，这金刚战士新的，你头这样一点，他就戴面罩。是哦，这样啊，我说呀，啊，再点一下就打开，那我可以换的哦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哦，这个是阿令刚才要下载 ，BB 战士，大家吃饱了吗？大家有吃饭吗？晚上吃什么？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吃什么好不好？给你们看一下我吃什么。这是我吃的，我吃的。我吃的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吃完了。好，阿里要等一下哦。拍谁？没去打球哈，没去打球啊，因为那个来不及了。下次好不好？下次。我看还有什么头套，这个啊，我觉得这个蛮适合我。不适合，如果没有花瓣的话，蛮适合。它只加了花，它的图片没有花。五角兽，还是晚一点直播打麻将。你们也知道我自摸的几率是蛮高的，不过要等我那个待会重要的事情做完，待会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做完之后再考虑一下，因为人是要休息的嘛，不休息会累。我觉得目前来讲，这个最适合我。孙叔叔。那要热一点再去放吗？哦，带所有还好，没关系。好了，这个直播只是一个测试。
这个直播只是一个测试，测试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戴帽子戴面具，另外一个是看可不可以看到 我自己的朋友留言，因为我总是看不到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人有客人在看吗？那边有客人，有客人，那边有客人在看。拜拜拜拜拜拜拜。啊！哎！脸都绿了。这个就是脸都绿了。OK， 好，晚安，拜。